的队伍很少开龙了，在这一届的这个入围赛当中，晋级赛当中，来看一下，曲阜孔庙龙阵，国标吗？国标，女儿国标。铁，那这样有机会，观众方沈梦麟只要是，我觉得抽就有啊，有了。十二回合倒了两个人，还有一个小死亡倒地。是的。那这么说的话，大观园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说实在话，打曲阜，当然大观园不是没有胜绩。我还记得有一场武神坛的小组赛，应该是贝大克，贝大克最后赢了。其实这场的话印象是非常深刻。但是这个好像不一定能有之前的。我们先来看看，因为打了13回合，但是因为龙打鸟，其实这个被小克基本等于不怎么被克。直接盐不管。那大唐起来只能先盾。防点意识很到位，琴音2000开，是不太像大克的琴音。琴音这不太像小克的。琴音2000开是真的吗？大唐好像自己提的，没能提起来。这个琴音是分非常灵性倾向的。没错，自己去提没提起，那这有点小尴尬。而且这个回合是不是可以考虑女儿村出个先别去别出地厅了。我想说出地，但我后来感觉这个回合神梦麟能秒，是不是就先不出？但是还是出了罗汉盖进去防对面大堂起来出地厅。不是这样的话，神梦麟其实也未必秒得死这个地厅。有罗汉看一下，单动了。如果有魏海的话，应该是秒死。有一个大金，那对于国标阵容来说的话呢，因为你是地府，基本上当然也会带剑兽云池。我们先来看有一点零元还行。这把化生要打个池。观众方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女儿村化生2.0元给上地府挂。挂，如果说这个是个很慢的，可以点神木点神木也不是很行。点神木的话有个小问题，就是说观众方法器没速度，因为毕竟龙三位嘛。还是说我这把继续压你的大堂没加，继续控的大堂，不让大堂去碰这个地厅，给渡劫了，还是慢的。起普玉凌波，你刚起来也不会有破血。挂，还是挂压大堂没问题。大堂给笛子。我在想他这个地厅的话，既然是速度的，你看我刚想说他速度在大堂之后的话，在鸟阵的神木林会不会能抢到速度？能抢到速度不重要，但是冻住了这个就很僵硬了。搭上了2.0元，他大堂跟神木林2.0元都给了。是这把冰川怒把官方地厅的双下巴给打出来了。要不说神木林现在好用啊，对不对？法术还可以再给你附带一个封印状态。当然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比较少运气吧，运气吧，运气比较好。因为神木林你想去刚好就你想刚好冻住个地厅实在太难了。而且现在地厅很多都有那些没有这个封印是不计算抗风技能的，就像施罗的象形是一样的这个是不计算的。那就断线木偶不让你去 K要戳掉，这没办法，这保不了了，这个是保不了。不让顶来，要延出去，延是延出去了，但是对方也是已经开掉大堂了。这把要这个回合曲阜连点大堂了。他扔那无魂不让法防宠去喂五龙给大堂。这法连又冻住了吗？没有这没有，这冻不住人。再冻住过分了，他那个冰川怒是只能动宝宝，上古灵符可以动人。
这把还行，因为解掉了小死亡，所以说大唐压力不大，拉起来就行。官方女儿村出宠，但是刚刚的话呢，是地府把陵园已经扔了，对面的女儿村现在还有，这把再出。而且大唐可以拉起来。这把女儿村是不是又出地厅了？啊，出了个正常，没出了，不一定正常，不好说。杀力气吗？嗯，不好说。一加盾气不好说。但他速度不快啊，没拉到他。嗯。七大唐只能先起盾了，因为女儿村还有一个回合才能吸走。这把起风是为了让华生把血给活上来。化成三速，嗯，为了活血。活上来地府挂直接点的话，我看有没有机会。神魔灵现是个八速，在官方大堂之前了，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自信。官方女儿村能动的情况下，其实这个回合你如果要硬点就是怎么样的，化成活大堂地府直接挂，把官方大堂先点死压一下，把节奏缓住，因为下回自己的女儿村能起来了。他女儿村起来因为鸟阵一定是一速的，但是他凭什么点死扫家神魔灵单抽啊？他神魔灵五点风铃放三点的那个经济舞是没问题的，来看一下是不是活了直接单抽。官方女儿村有碎玉没？碎玉恐化生不给活，完了，小爽挂出来了。哦，没有，只是单纯的为了一把活血，验一下这个宝宝，你看到没？他也觉得可能这宝宝有问题，赶紧验一下，官方直接挂，是个正常宠，不是那种。特别跟那个物理系砍不掉的肯定就比较正常了。对，五龙给一个，但其实这把五龙给啊，没有，顶了一个大金啊，是顶了一个大金，那不是五龙。屈服这把女儿村的碎玉命中，导致对战方大唐这把没能出手。当然了，即使他出手啊，首先观战方这边是长驱点的，但是呢，如果说这把碎玉没中，对面活上来的话呢，对面大唐扫出来，然后呢，长驱是点不死对面大唐的。碎玉不中的可能性有点低，太赌命了。对。但毕竟空化生嘛，也是有几率会不中的。嗯，碎玉是没无视门派特色的。九千二，先把善恶先清掉。但是大唐又被小死亡挂倒了，你女儿村能起来？我们先来看这把大唐宝提，这把提起来了。有藏神，压力不大，出个宝宝仙，但是因为大唐已经死了，这把应该不能哦，直接喝酒精清了，喝酒精清宝下一把。我感觉他不会放。嗯，可以不放，但是你这把如果不放，你想搞小花招，观战方女儿村拉个地听，这把把你的罗汉笑了，你下把可就尴尬了。人开化生活，人开化生活，女儿村人开化生。那你活上来，我女儿关屈服拿个地听，化生把你女儿村笑了，你下把晕了，你只能真了。其实观战方也没必要去赌这一手去笑对面。那我觉得我一定笑你，我要出地听，我是为了笑你的那把罗汉。你没有了，那更好吗？啊，还是放了啊，放了。我觉得放了应该是比较稳妥的一个打法的。我看一下观战方这边的操作吧。嗯，出了一个先例孩子，并没有说很着急。也没有，不过拉的一把速度圈也可能是要抢一下速度，让他下回合不太敢放他打。那抓速度了，要拿风系一速。想拿风系一速。那这个就算什么灵哦，把风卷放了，五点风铃，看一下伤害。没办法。先，还好。还行，大唐宝宝神一下，帮忙稍微缓一口啊。那官方大唐下边有破血了，慈心息。这个回合有点小尴尬，要不要人提直接活？因为两只宝宝虽然说可以提人，但是很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在这个回合出手之后呢，两个童子都掉了。
两筒子如果都掉了，这把提大堂大堂再起不来，那这样的话大观园节奏又要乱掉。观战这边的话，大女儿一宿了，女儿一宿了，都可以去清宝宝。清宝宝，对对对，而且自己的女儿算一宿了，这把给月下吗？敢不敢有这个自信？敢不敢？月下，女儿村人体化成活吗？哦，真地府了。其实我觉得这回是不点呀、啊。这把是不是先清两个宠是最好的结果？不让你提大堂。啊，点了，嗯，也是正常的，没有挂住、那这样大堂起来了，也还好吧。我是觉得不用特别着急去压一速，因为现在在速度的争夺上，观战方已经有优势了，不用特别着急。对啊，他刚刚是想月下之后去压的嘛，然后他就是出不了，没有人死，然后虫也没有这样。你这样的话拉起来了。对，这样地不保体的，他的月下没有中，正常龟速拉，然后出个宠。是的，被鱼打金顶上很舒服，大堂盾有花，场上没有配化生速度的宝宝，也就是说化生这个小死亡如果要开也活不了大堂。官方女儿村场有花，还是可以考虑去压一手对战方的化生不给活，但地府现在顶针，如果不压的话呢，就是我这把直接用花去控你的大堂。因为马上24回合哦，没有大堂用过一次，那没事，那没事，花是用花去控对面的地府也行。哎，还是找，没找到，这把是没找到，对面接罗了，就还是那这回合有可能还是想压大堂的，想压大堂笑地府，但这把是对面花生来罗的，抓速度，希望在女儿村起来之前能够把自己的一速拿回来，也盖罗。有漫天变了个野猪，哎呦，问题不大，只要不是小死亡倒地的话，我觉得对战方目前为止都是可以接受的。两个尸体有点难受啊，略僵硬。地府给一个，这把是不是要用五号去提女儿啊？因为一二号位之前消耗的九转六有点多，还顶掉了，行吧，反正他先拉起来也不错了，再一瓶，这瓶大堂就享受不到了。开了化生，化生先活女儿村。如果能享受到的话，这把说不定还能有点。因为都这个局面了，虽然说有罗汉，但是不往下点的话，那也只能点大堂。但是官方场有配速，你点完之后我场上一个大金卡进去其实也不太行，配速多贴一到两个宝宝，所以这个大堂它倒地了就没有如果了。对，等二十四回巨剑啊，没有，二十四回也没巨剑，不好整。女儿村头上有花怎么说啊？不回去了，速度回去了，花虎是抓了一手嘛，先给破甲，不着急。那么官方这边的黑玉还在回着，那不用了，速度一定在对面。还是差点吧，这伤害的话。是这样子，曲阜觉得我女儿村有一速，我把你特地圈进去，你放不出来。这回合我直接摄魂再加这个扫加砸，你是有的，但是轻轻放出来了，3000，差个法连，其实个有，如果能有个法连的话。还有三号位的小野猪，所以说，如果说不是对面地府在抓官方女儿村速度的话，这个点杀有了，是，把他的轻轻把他的小死亡解掉，非常重要。哎，这把因为黑玉的一个情况，官方女儿村速度再回来。没有，对面是出宝宝了，对面女儿村是选择出了个宝宝，还没回来，因为刚刚地府转了一下，直接小死亡挂，因为知道你没化生了，上盾宝得顶一个，顶了，藏神的够不够啊？我们等会儿看一下，因为现在有2000，再加一个单抽啊。他的死亡为什么是往那个地府身上挂的？没方便，没有啊，大堂。不是他的那个大死亡啊，往地府身上拍的。他跳了。拿一个地厅。
我感觉大概率是一个吸引火力保化生去活大唐的这样的一个地厅，这样让他大唐起了一个安神诀啊，这个技能也是很久没有看到了，增加自己法防的一个技能安神诀。要说这个技能的话，更多可能在神器里面看见。嗯，神器也少吧。没有，就我感受了一下、NPC 使用的这个安神诀、NPC 可能会用一下，还是挺明显的作用。有一个差不多有一个纸人的一个效果，对法防来说是有比较大的提升 的。来看这个回合地厅是出手了，但是对于大观园来说可能还是拿这个地厅先吸引一下曲阜的一个注意力，赶快的把大唐活上来，因为他化生得赶紧活完了，如果说下把再不找机会的话呢，自己如果被硝酸挂倒可能这 PK 也不好打。我感觉对战方的话不太可能去不管大唐，也不太可能不管化生，我觉得这地厅能够有成吨的输出的可能性比较小。没有先吸一下火力。对，但是曲阜你要考虑到曲阜经常就死在一个比较出其不意的地厅上面，我觉得他还敢不敢不管？血玉控，直接真地府吗？真地府防个点，先活。还是给了。骗出来了，还是骗出来了，骗了一针一尺。挂没挂中，你相思还真起到作用哦。人家给了这个地厅应有的尊重嘛。四刀扫不出切来，那就没什么太大的威力。那么地厅也只是象征性的秒一秒，20-30的200还行。神墨林，我们来看孩子自己开，也没有单位去照顾了，只能孩子自己开了。孩子自己开一把单抽过来。几点风铃了？看不到风铃层数。巨剑6000。哎，那没事，那没事。不过即使说开了呀，没有法联的话，对战方的化身也站住。即使是说开了，你这个因为地府消藏没挂中啊，那么其实这个回合即便压死官方的什么，也就是说象征性的把愤怒清一清。207，血量实在是不够了，赶紧真地府。三天一没挂中。任无魂，不让点杀，也是顶针没中啊。两边在这个距离，在这个点杀上面的一个博弈啊，包括点杀以及防点杀的话呢，做的还是不错的。女儿没了，大唐有单位开吗？没管啊。秦三，其实他给了无魂，但是这个无魂没有生效。不是，其实我在想，这把大观园打得挺冒险的。那如果是群秒，是不是大唐也倒了呀？我觉得那个血量，大唐那个血量好像也不够啊。拉起来，化生先出宠。那女儿村这把可以起。其女儿地府的相三针还有两边，因为都是观众方女儿，她是不是给了一个三点的啊？对啊，三点的，所以说还有两个回合。观众方这边的话呢，还是有一个回合。要不要再来硬控一下对面的化生？果然，碎玉化生不给活。虽然这把控的话，对战方也没什么办法，即便是明天，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化生要不要推个珠子？把光先补了，没有，他已经中过毒了，他刚已经是中毒了，因为他是一个三速嘛，就说碎玉这边过去啊，就已经知道对面花生有没有动了。是，我的意思是，其实对战方明知道观战方可能大概率会去封他的情况下，其实可以推个珠子，虽然说只能推到他和大唐两个重点单位，但是也能稍微保一下。2000多血确实也不太有用。九一瓶，可是这个精霜毒可能就死了。九一瓶精青，九一瓶精青，
来看一下晶晶怎么说。华生的血量如果说像小熊说的不够去抵抗这把青霜，那么这把好像还点不了。哦，这把本来也点不了，地府的香餐针还一回合。哦，毒死了，不够。慈航，慈航也不是不行。行，直接满血复活。也不是不行。配速开掉，哦，没有，哎。但这样的话会不会有点亏？观战方的会不会往女儿身上挂一挂？嗯，是可以挂的。他大概率想的是晶晶。但是耍速度了，想拿速度。哦，晶晶在这儿。可是我没明白的一个点是，慈航化生这个宝宝给自己顶这大金是什么意思呀？怕辞不出来，那怎么？因为观战方的女儿脚下有这个，是不是怕拉？对呀，不对呀。那么她的青霜毒跟她的血量也没有变化呀。我唯一能想到的，我觉得唯一的一种可能性，她是她化生是一个神佑武器，她把万一神佑了，然后慈航辞起来就没意义了。这给自己喂了个五龙丹，然后观战方的一号宝宝往化生身上拍没拍中。嗯，女儿岛在里边。那这对官方来说这是天然的点杀机会啊。这波大唐的愤怒刚已经放过了，手里边没有破血，什么都没。我只要把你的大唐一控，我随便点。我这把包点吧。这把是不是一把包点？我们来看看。这我觉得包点啊。对战方没有什么能力能挡。一把罗汉。大唐神木二选一啊，我觉得这把随便点。对吧，这没办法了。剑来，这把防点杀的剑好用。防成了。防成了。这个回合大观园大唐的这把巨剑啊，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防点杀的一个效果。那这样的话呢，可以五龙开，只需要看一下场上还有没有配速在，因为女儿村这个时候还没有起来。化生的话呢，大概率还是得先活一手。哦不，化生是不是得先推自己了？还是要等女儿村起来再那个？因为女儿村起来的话，可能还不太敢拉起女儿的话呢。女儿村即使晶晶了，她没蓝，还得给女儿村顶个蓝药，因为她慈航过。先活，先不着急放。哦，没有，他化妆不用推了，他化妆慈航的，慈航的不用推了，不用推，没有推，对。再挂那个蓝灯点，等连挂，连挂，知道你场没配速，暗防了，暗防了，这两把大观园防得漂亮。这两把防得漂亮。大唐这个位置防得漂亮，但是这个女儿不知道好不好站着。起来了，再一瓶，把晶晶放掉，花生活上来。就我们看到女儿喝酒已经喝了四次了吧？有，四次了吧？我看一次慈航，这样的话三次吧？这是不是第三？反正大概三到四次吧。可能这样的话后面就没太有酒了。先别管后面吧，先把这时候先给他缓过去。晶晶化生活，得分一个宝宝给女儿村吃个黑玉或者是蓝药，因为他刚藏过没蓝。这把给你活了，防个点。但是其实就像刚刚的那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对战方向场上是没有配速在的，所以说哎还神了，因为没有配速在，所以说这个阶段对战方也不太好点人。那你看两个顶满，但是没配速啊。哎，黑玉给上。那么这个回合的话呢，女儿村的速度可能还不会掉。观众方的黑玉已经吃完了，对面的话呢，刚刚虽然说又是被爪了一下，但是头上这个黑玉也回是再回两回合，回了四点速度。观众方的一尾毒香已经掉了。大唐有神佑，这个时候也点不了。对战方大唐看这把是破血一下，还是便宜的这把漫天。其实女儿村在有一速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考虑点一下观众方的就是那个法系啊，点点法系是不是也行？这个时候大唐的渡劫在，那么可能感觉这波不太点，那么把你法系压一下是不是？哦，上段防点，他可能觉得自己这把刚刚被抓了没速度了，没封女儿村就一定不会点。观战方的一尾毒浆又补上。
自己在他手里边。那这样的话，下回合就更没速度了。对，下回应该是没速了。哦，还有晶青，也找没出。死气。嗯，大唐宝宝还多。大唐出宠，女儿村盾上好了。那么这个回我们先来看下速度变化。那么因为有速度圈在家转，那么现在关上女儿村有一速了。如果这个回合强行进攻的话，是可以考虑去圈住对面的女儿村压大唐的。大唐大概率是出宠，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对面反点过来的话呢，那么如果说按照速度的比拼，关上大唐出不了手，一点剑加单抽好像也够，但是肯定是扫点是最稳妥啊。晶青应该是扫点，那应该扫点哦，真地府了。嗯，也是算到关键方的这个女儿应该有金了。嗯，哦，金刚，那看一下顶针挂的一个情况吧，看一下顶针挂吧。哎，哦，挂中了。还行，宝宝出来，宝宝出来还行。嗯，啊？哦，他是想找把漫天 点，但是宝宝在神，单抽。也确实够了。够。对自己神木灵的伤害也是非常自信。风铃的加成还是高。还有个密刃在头上。那这把就很赚啊。那看一下这个回合官方女儿村现在仍旧保持一个一速控法系了，控法系了，是不是地府拿了个快地听啊？判你取秒。那地府出手情况七速还在抓，对面的话目前为止是领先两把抓，还确实拿了个地听。那如果控法系的话，就像浩然说的，这个意图非常明显了，这应该是个快的。嗯，应该是快的。嗯，场上也没有宝宝单位死亡，也不可能滑到。对，来看一下愤怒的情况。这把我倒是觉得地听也可以声东击西一下，我笑一下你的愤怒，或者说我这哦，当然自己的女儿村这把是在里边，现在是一个二速，对战方女儿村手里边有一点零元，还是可以考虑来真冠方的地府。嗯，纸人还在，但你真了地府，是不是冠方这边笑一下你的地府，你就没有罗汉了呀？这好像也是个问题啊，就是看一下曲阜这边是把这个地厅当做去要去做一个这种冲锋宝宝用，还是说我就是还是要吸引一下你的火力，我还是用我的这个大唐加神木林作为主攻点，看主攻点在哪，是在地厅还是在两输出，因为有地府在，不一定非得靠地厅去拿很大的优势，因为你当下在躺在地上，就女儿加一个就够了吗？女儿都可以不加，女儿可以笑个罗汉，我觉得也行。哦，真了，真地府吗？真地府吧。嗯，摇摇铃，你看，他并不考虑去给这个地厅做很多的投资。那这个地厅就是骗敌的。对。啊，骗吃。骗到了。破甲术，你看，他不给。硬挂吗？就硬挂，不管。再硬挂。啊，中无魂了。是了，那这样的话，对战方这一回合点杀还是防的挺好的。嗯。当然这把也算不上是硬挂，因为这个女儿村是刚刚用的灵宝去真了官方的地府啊，而且地府这把因为是中了无魂也没有操作。来看一下大唐吧，
平 A 点，因为这个地厅出来直接就是选择轻宠的，那么看大唐是选择去压对面什么林呢，还是怎么说？嗯，正好把宝带走，很舒服。轻的宠，那刚刚这个地厅就是为了轻宠，轻宠的，嗯。陵园骗一骗，下回合你的大唐可以吸。大唐能起的回合，我们来等会儿来看一下，是不是要考虑点一下神木林了？就让你两个单位，就是哦，不对，这把地府可能要出宝宝了，这把因为还有一回合的相似安贞在，我就先不着急点你了。圈地府不让抓速度。官方地府两个操作，一个出宝宝，一个去抓对面的女儿村。但是因为对面宝宝现在也全的，是不是出个宝宝会好一点？嗯，他不攒三点零元的巨剑，他抽了。对面方地府被封了啊、对，这回合的话资源浪费的有点多。嗯。没点死，因为小爽没中，也没有换虚弥的意义。再给黑玉下把有没有异素？异素的变化会不会出现？我们来看一看。有了，有关键女儿又拿回了异素。嗯，但也要看双方的风系心里有没有底气。嗯，化生把自己的大唐活满，这把大概率问题不大，或者说两边去活都没什么问题，只是说。大观园如果这把是要活的话呢，可能化生又得再慢一个，他也不用了，他活吧，因为他那个宝宝只剩一只了，这个时候也不会再出了。起风，碎玉硬控化生不给活血，那女儿村有水清吗？没有，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嗯，活上来很舒服，对面化生，嗯，接着点，直接挂，化生出宝宝了，化生出宝宝了，最后一只直接出来了。哦，这儿有个精青，那还行，他地府那儿有把精青还可以，就是出地天那把，我说要不要笑他地府罗汉那把，嗯，不过是破血点的，那也不算亏，因为起风了，所以说给不上魔镜，也不算赚的，看一下能不能点倒，5000再来啊，一只地听的话，那对战方的大唐是没倒的，嗯。啊，连这个壁垒都不跟了吗？还是想去清一下这个法房，而且因为它是碎玉了嘛，一下也不太够。他碎玉了那个化生，他就觉得这把问题不大。那么在起风之后呢？现在官方女儿村还是回到了一个二速，只是说自己的大唐现在这把两个输出点的状态都还不错，碎玉地府防点杀，嗯，要把大唐压死，这个血量不一定有盾。活上来很舒服，地府先出宝宝二直接反点，哦没有，有地听，慢地听在啊，看一下，笑掉秦三叠，找漫天，哎有了，天选，有命，那什么林是罚站了吗？什么林罚站？什么林秦的？其实两方的操作都没有问题，都没问题啊。观战方笑什么灵是对的，那对战方的话砍一下找一下漫天，那也只能这么干，因为没有破血。对，天选天选。清掉这个地厅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在自己有速度的情况下，自己的地府被控，那么是不是大观园这个回合啊？我觉得得组织一把点杀了，是不是？漫天都两把了，控女儿点一下观战方的大唐，但还是稍许有点。稍许有点明显，但即使明显，因为他地府是个五速，可以点。就是说，你化生的水清啊，或者说是这个鹈鹕啊，是不会说对这个小死亡有什么去影响。金刚，没给大唐拉是什么意思？啊？这宝宝也不是没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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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点。他继续是在两边的一速上面做了一个博弈。接着找大唐自己有精青啊、
这可能是没点的原因。嗯，但是我觉得你是不是得给大唐拉金刚啊？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时间说再拉一把。对对对对对，不给大唐拉金刚是有点过分。哇，这野猪已经在场上清了好多宠了。这野猪化身没宠了，化身没宠了。孩子出宫。嗯，孩子可以出，但是宝宝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其实对于大观园来说啊，你这皮再往后打，其实不太拖得住。须弥神佑的话。嗯，我们来看一下女儿村这边，因为大唐刚刚的精青放过了，这把再控女儿，就是说现在对于大观园来说，他想组织进攻就一定得封女儿村，封女儿村才有机会进攻。要不要考虑一下？再不点可能就没有机会点。嗯，两把慢了，可点。再控，命中，中毒。效法系的精青吗？但是法系慢呀、啊，还不如拉把金刚。再效秦三叠，小死亡，这把挂过来，知道你精青已经放过了。再拍一下，嗯，没挂中。嗯，哦，有防。来看一下贴，三、四，孩子跑、嗯、没顶上哦，孩子贴的。然后大唐怎么操作的？上盾。那如果说荆棘舞三千，这个荆棘舞是没有风铃的。没连。这个荆棘舞头上刚刚是没有风铃的。有神，两个劈了，不管了，清掉。一速再。我觉得对战方可拉。换。嗯、可换。纸人在有一个纸人，还有一个盾，盾的话盾只有一七五，只有一七五，一七五，一七五，它是大唐经脉盾，经脉盾还好，嗯、但是爆的话拨一下，你只能这么去稍微赌一赌，只能这样，没错，不然的话对战方机会真的不多。对，这只能换呀，闪光还是换呢？闪一下，一千还是五百还是八百，还是三千，一千三够了，刚好，哦，也连了。真地府不让演，嗯，很直接。嗯，活歪，两手准备吗？两手准备，两手准备。这把笑女儿难道说直接神木林换地听了？哦，没有。啊，这小野猪终于掉了。嗯。花生得出宠。女儿也得出宠，五龙开。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两个宝宝。对面地府这把被真，这把点不了了。嗯，也就是说大唐下把能吸走，起码得等这个真过去吧。对，真就一回合嘛，但是这个回合结束之后的话。下回结束大唐也能起了，所以也就还好。嗯，那就这个延是延不出来了，那只有一种方法，不给出宠，等一个四十八回合。哎呦，可是这把碎玉，我觉得碎玉太明了，因为观战方已经干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了，所以这把是想直接单抽女儿村吗？哦，单抽了三点零元。三点零三三点风铃、啊、三点风铃，秦的法杀很高，但是他这个风铃好像只能用两点还是三点来着。这好像，哦，有一只善恶，但是一只善恶好像也不太够。好在大唐能起，我们先来看大唐的零元，两点区间压一下化生这把，如果说。对战方的女儿村这个回合人去开化身，或者说是手里边精青够了，如果精青够的话呢，是可以点一下观战方这边的神木林的。还是说这把我先不点，我先利用大唐的破血把你四号位的善恶先给你清掉，因为距离四十八回合之前还有五个回合，就是说现在还没有三点剑，就还好。
但其实说如果对张芳毕竟已经有两百漫天了嘛，有一个小克制这样的话、嗯嗯嗯、如果他能够点倒一个单位，其实对面的地府手里五点零元还是挺有威慑的。嗯，哦，这那不够轻轻笑了，拿马拿一速。破甲，但我感觉这应该是哦，直接来了，点过来了，但是没、嗯、没中，没中。地府罗汉还是金青被笑，应该是罗汉被笑了，但好在是小死亡这把没挂中，四个贴，一丝倒了。什么灵少用点资源吧，惊奇物还是用了。那用还是得用的，我觉得。风卷。三千坦甲，哇，秒一丝善恶，看四号善恶怎么说。四号善恶，有没有善良？四号善恶，哦，情绪迷去了，也没问题。上盾先，还一回合小死亡，刚放完，放过一把效率，不然把女儿村拉起来。现在有马，还没一速。这回合的话，是不是得？女儿村出了宝宝，保证自己下把有一速。嗯。然后呢，他觉得哦，出了个地听，再缠桌，三八回不少了。嗯，那就是说，化石那个法防宠是不是要把那个大金给女儿村再顶一个？哦，开化生了也行。点大唐没中。伤害很高，嗯，五千，八千，应该差点。嗯，他也没风铃，什么灵没风铃，但有个仙力的话，输出应该也。他是不是群秒点的呀？哦，还是单抽了，还行，打的还是比较稳啊。上个神了，没有滑到地听，下回合、女儿村有一瓶酒，但是你没有一速。对战方的女儿村甚至都可以圈你特级，他头上有花。但是观战方刚出的马，其实对战方不确定他有没有一速的。嗯，所以我刚才在说，他女儿村是不是应该自己先出个马，保证这瓶酒你出不来？但他出了个地听，看在速度上面有没有一个自信吧。我感觉出马、这么明显的一匹红马，我感觉不太能有自信，不太能。看时间好像是出手了，来看一下女儿村是效力了。嗯，那还是挺自信的。哎，看官方女儿村动不动。哦，真地府还行。嗯，观战方认为自己红马 有速度。哎呦，不让风不让敌。刚刚玩笑，这地听的话，两边也没算太管。但是你刮一下大唐过来的话，因为他大唐有一点剑呀，地听在他前面出手一点剑过来，大唐没了呀，这好像一点剑的血量就够了，900够了，应该够了。但会不会选择用一点剑？马上有三点了，又用掉吗？又拆了？哎呀，慢了呀，拆了。他居然没有单位去保这个大唐出手，而且他是有这个，挂小嫂的操作，那一定是有一点剑去放了。风卷也放了，孩子能不能保住？秒不到啊，没，孩子掉了。观众方女儿村略显尴尬，就得看他这瓶酒被笑七十，还七十，其实再加，就看刚刚这把能不能加到四十二点的一个愤怒啊。对面女儿村出宠了。那这样的话，观战方的女儿是没有大了。嗯，
问题是现在啊，先延了，先延了，没有着急，先延了。三点零元延出去。是的。往后还有两点，慢慢放。赶紧接罗。现在距离比赛结束的话还有30分钟啊，倒是不着急。但是这一场目前来看的话呢，如果曲阜在接下来这几个回合，应该现在来看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大唐是被延了一个三点，那么就是说至少是五十回合吧，50回合之前的时候呢，你得先顶住，不能造出，不然就双延了，对，不然就双延了。而且这个古顺刚出来的，这个古顺这不得验一验啊，这没有了，没事，还行。嗯，这就不好说了。那我觉得就哎，没点呀。那这是啥意思？要清掉。哎，第三把了。满天蓝。也没有神用。那这样的话，观战方就稍微比较厉害。这个古顺是有说法。战神宝典起了。冰川怒咋样、法连了，不知道，我是没看出来他最后能有个什么说法。所以说你因为他这种东西拿出来吧，我是觉得就别想用什么渡劫去保，然后再去给你一种很好的这种操作空间，你再去压。没有给敌啊。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把没想点，他是想提前把什么都准备好了，对，什么都准备好了，然后再点。可是他这回合又给了魔镜，这太明显了。嗯，这个就是属于我个人感觉啊，这种东西，那 PK 这种东西是不可能啊，让别人又一直鼓声。哎，不是这个不用了，这个什么都有，应该没有了。我是觉得 PK 这种东西没有说所有的这个条件都让你准备好了，你再去用这种很极端的操作，那种 PK 对吧？那还需要指挥去打吗？对吧？谁都会去打，那谁打谁赢。所以说，这种东西你既然出来了，我觉得。毕竟大唐倒地，你自己目前这个阶段来说压力不是特别大，你该用就直接用。观战方直接起风舞心经，想给对面压力。我们的导播老师也是可以看一下观战方神木林目前的风铃层数。我发现来九层啊，九层还行吧，也不算特别大，因为刚刚我发现对战方的那个魔镜孩子是不配速的，所以加给宝宝也是没问题，没问题。对，九层是不是有这种单杀的操作呀？一个小层挂过去，啪过去。那单杀谁？大唐、大唐有大唐女儿，大唐女儿两个草两个单位吧。女儿这把估计也能起个盾，是不是？化身这把得偷一个全力地劈出来。先笑李，笑女儿，这把有没有被笑中？哦，小圈啊，不对，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个神木林的风铃啊，在荆棘舞上面只能应用两点，是荆棘舞是三点，风卷是可以放那个全部的。对，但是他怎么偷呢？就三点的话，他有地听了，他有地听了，三清，还是青宠神佑了。再动掉，你看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大观园很多时候他的 PK 就是，当你一旦自己拿到优势了，反而不会打了。你行了，你这又有地听了，又有风卷，怎么说？而且刚刚的话呢，用冰川怒单动也是找了一个蔓延，目前蔓延是可以去增加这个群秒的伤害的。对，它可以跟风卷有一个配合。哎，九层风铃。再加地听，大观园，感觉刚刚这几个回合应该是，刚我们说的是47回合是点倒，然后延了一个3.0元嘛。我们刚刚说大概到50回合，曲阜得注意别再造出第二个尸体来。那目前来说，曲阜第一关是过去了，虽然说又被延了1.0元，但是至少第一个关卡现在扛住，而且这把地听再加神木林的反冲，看一下能拿到。怎么样的一个效果？圈神木不管，加笛子了，来吧！对战方大唐能扛得住吗？精瘦云尺派先1-1，苍灵雪雨，上盾，大唐不要了。没罗的话，
来，这我觉得大唐已经是倒了，已经倒了。伤心玄羽都给挣了2000开，2000开，不用想。那至少都10000多的输出上。那还省了一个那个风铃啊。是。你看看吧，不但第二个尸体没造出来，自己大唐还倒了，头晕。其实我觉得他地府这个灵月扔的也太着急了。我觉得地府扔一点没问题，扔两点，就是说你如果不扔的话，他是3+1+1全扔完了。对，你不扔的话，你让曲阜大唐一站起来，这 PK 观战方收了。但我觉得稍微是不是能留一点，然后找一个双眼，即便是困难，你稍微留一点的话，观战方也会有一点压迫感。但是现在的话，现在是没办法双眼了，赶紧扔地府。我感觉大观园的最黄金的那个时机已经逐渐过去了，观众方化生是不是要出一个全力了？哦，再出一个地厅继续给你压力，不出全力了，要用地厅去冲你了。晕了。风卷放了，来看一下风卷，7000-12000，可惜是没有暴击。面伤是压得非常狠啊，但是没有造成非常杀伤性的事件。善恶过，苗川下巴得罗了吧？那这样两方的单位都不是很多了。得罗了。曲阜这个地厅出的场上单位有点少，直接被神盆里秒到了。罗吗？罗了，不罗不行，得罗。还是控化生，控化生这把是不是硬挂地府啊？啊，硬挂女儿啊？来个地听，应该不太敢吧？硬挂女儿没挂中，想法很好，但是没挂中而已啊。想法我过了个保护，我觉得想法是非常好的。这神木林有一个战神宝典，再加个密润，伤害还是挺高的。高的。哎，那这把轮到大观园的地厅，但是因为女儿村这把倒了，女儿倒了，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方的女儿村没有灵园，没灵园这把怎么说？对战方地府没有，女儿村倒地也不用管了，化生。状态有点多，看不到。化伤加一点，如果这个是个慢的，他可以把大唐拉起来，然后给一点，给个剑，就是去辅助一下点伤。那就要看地厅给跟谁控地厅、能封中，很舒服。把罗盖上，稳了，问题不大啊。地厅也是个，这个地厅是不是个慢的呀？为什么要给个无魂呢？也是个幌子。我觉得是幌子，或者说大唐或神门林去给啊。神门林还有吗？有一点。神门林给一点吗？是不是神门林给一点？哦，没有，纯幌子，就是说拉出来这把是这已经中毒了，拉女儿喝一瓶。胆子大一点，慈航点。你还真别说，慈航点还真行。慈航点，然后孩子给自己喂个蓝，然后化成活血，因为他这把观战方式会觉得他放精心的。对，这把慈航提起来其实还真不亏，还真是不亏。给不给慈看一下？但是观众女儿村。有没有这种直接封大唐的操作？玩了个花活，两边都玩花活，缠出回一口。但是都玩花活，官方女儿村拿的应该是马。拿的是马，我们一会儿看看。但其实他刚刚有一个情况，就是有马的时候没速度。对，先看看，就是说在这个速度上面会不会有变。先看一下有没有变啊。
起风力火山起风、啊、保险嗯，起风轻轻放出来。嗯，那这个回合应该是 B 点了，只是说看一下官方女儿村这把的这个控制是不是要留给地府，还是说扔无魂，或者说我继续极限去控你的化生，就是说我扔无魂或者盒子不让你化生活这把血。对面大唐的话呢，灵元也不够说一把巨剑的，只有还有三回合嘛，但三回合之后就是下个回合56刷新灵元的时候呢，官方大唐这边也可以起了。看一下女儿村这个回合的九类操作，一把精青诀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嗯，起的是火，起的是火，但是关键肯定默认他起的是风，是，那是要点化生了吧？不过他还有速度啊，问题不大。哎，无魂不让活血，但是活出来了，点起，哦，化生上盾。哦，还是点挂给法器，这点神木我倒觉得不太用起火吧。我觉得就是不想起风啊，就觉得伤害已经够了，就觉得速度已经够了。对，嗯，而且他只要用出这个技能，关键方就已经不会做那种事情了。嗯，你看这伤害，我觉得够了，不过也行吧。那可能神木林跟的是群呢。啊，不会，因为这个罗汉不是第一个回合刚起的啊。他确实是想用群秒颠倒，但是这大飞哥想的太多了吧。如果说这把罗汉是刚起的，我觉得你群也就群了、嗯、他觉得其实是能空缺的。哦，你这不是晕了？没事，再拉一只女儿最后一只虫，敢不敢拉？不敢。砸一下，晕了，砸是肯定要砸的。晕了，这头晕了，这砸出去我觉得屈服赢了。哎，对比刚刚这个齐云楼的国标点杀、嗯、层级差太多了。嗯，起了一个火，给了自己一个这种想法、嗯、哦，还觉得这把能死啊？那你这不是零分了吗？晕了，这把地府延出去了，完了，地府延出去了，延了个寂寞。哦，天哪，哦呦哦呦，头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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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真是演了个寂寞。晕了。不是，他为什么觉得能死啊？他是这么想的，嗯，我这把真你女儿，你女儿是要真地府的、嗯、不让我赢，是，然后呢，你我这边用方文夹控你的化身，不给活血，这样小死亡还在，我直接演出来，然后把你的这个神灵再压死啊、摸一下、嗯、想的太多了，我觉得这太理想化了、哎、太，就从他拿一只全力的一劈都要酝酿半天，哎，而且他凭什么觉得就是化生死一定会中这个发文？这个想法就好比啊，我们之前有很小的时候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给你的脖子上挂了一个饼，你把你脖子前面的饼吃完了，你都不会转一转去吃啊，就不再吃这个饼了，就一定要把这个饼放到你的嘴前面你才会去吃，对吧？你这 PK 怎么可能说别人把所有的条件都给你创造好，你再去拿全力力劈去点人呢？还先给个神佑先稳一手，这我觉得太理想化了，真的是太过于理想化了。而且这个发问他不一定能中啊。对啊，这个真的是太过于理想化了。那我觉得这 PK 也不就是他的对手啊，我觉得也不用打了，直接这 PK 你赢了就行了，对吧？这我觉得头晕，太晕了。尤其是我们经常在说的国标阵容，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机会这种东西就是转瞬即逝。哎，但你还别说，这七彩玲珑灯，啊、哦，没事了，解掉了。嗯嗯，其实说实话，这把七宝解不掉也已经不太影响了。对面女儿村啊，四回官方地府几点灵元？你请注意官方地府的灵元数。嗯，官方也有五点了，不知不觉啊。嗯。你看他都不着急。还防了把点杀啊、嗯哦！笛子冲刺啊！
来，笛子冲刺，哎呀呀，有渡劫还行，看一下这把笛子冲刺，双输出全部给战敌之后，嗯，那是大唐，这个是大唐，这是大唐，大唐，但是女儿村的抗性，4000也可以，有没有连？没连，也没爆，没爆还是不太行，没爆不行，水是连了一下，最多压个孩子，哎，3000。还有没有手法？没了，没了，没有后续了。虽然说是打了不少，但是双飞了，差不多了。讲道理啊，差不多了。官方地府得严了，这把地府得严了。看一下地府化伤速度64，对面五速是地府，官方得无字经对面地府，然后。对，哎，无字经无的化身，那对面地府如果扔个无魂过来，你怎么办？还是说化身也无字经？哎，没有化身，没有。发文哦，这把我倒是觉得，是不是应该用化身，或者说你无字经去给到对面的地府？因为给到地府，你自己的速度差和对面的差只差一个地府，给中地府，你这边就不用去清心咒了。不过这把延出去啊，基本上来说曲阜镇应该是拿下了，问题不大。对面有个罗汉，但是官方现在大唐的血线化成活一手的话应该也有，那么是不是我这把圈了你的大唐还是可以给你把大唐点了？封杀大唐好像也可以。没问题。提斧哦，还要点，活上来是不是又巨剑大唐防点杀了？还要点，这把我倒觉得应该是护点了。魔镜给上，小死亡挂护点没问题。对面大唐有没有剑？剑来还行，剑来6000，5300，官方剑来吗？剑没来。这个回合大唐就是还是利用了一个这种巨剑的防点的方法，还是救了自己一命。但是他这个就是这个剑加上魔镜有用吗？我怎么感觉还少了呀？也没有，毕竟它是有浮动的，并不是说把把都是6000多，就是说在4800魔镜是加20%，所以我感觉是应该没有影响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昨天的话呢也是有在讨论，对于一些辅助类技能，对于这个断成巨剑是不是会有一个这个加成啊，这个说法呢也是众说纷纭的。那么毕竟首先啊，这个巨剑它是有一个伤害波动的，那么并不是说你每一把去打下去的伤害是一定是个固定值，但是有一些技能对它是否有加成，这个方面来说，因为这个魔镜好像加的是伤害结果，可能是没有加成的。但是另外的一些技能，如果说是加的是那种伤害类的那种辅助类的技能，或许是有效果的。因为这个东西呢，在经过一些咨询以后，啊，得到的答案是有一些技能应该是有效果，但是有一些技能可能没有效果啊。但是先不管，先延出去啊。就是说现在轮到对战方的女儿村，一时半会儿起不来了。不过曲阜刚刚这把我是觉得刚刚这把防点确实有点想的简单了，只是想着进攻了，没有去想防守，而且可能想着对面如果要进攻可能是想要去扫点，他会觉得就是我一定是你一定会扫点我的这种去进攻，那么我就直接给你封住然后造一个封杀就行。那么大观园这场比赛刚刚这场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说两把都是选择用了在自己没有封系的情况下呢，我是选择用巨剑，无论是防点杀还是巨剑去做点杀，都是选择用巨剑来点的，就不受你女儿村封印的一个控制。这把女儿关战头上有花也点不成。上盾。下一次有灵也是三回合之后的事。对。那也造不出双眼了。还有11分钟啊，那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再来说一下，因为是武神坛的，虽然说是晋级赛，但也是武神坛的比赛。那武神坛的比赛呢，还是没有决胜时刻的啊，就是说即使打到了65回合，还要继续往下打。
嗯，大堂能起了。来看官方大堂的陵园有一点，拉起来直接引，拉起来直接建，拉起来直接建的话，可能得女儿村碎玉对面的化生。这把碎玉化生的话呢，好像是问题不大，但是，如果对战方也是巨剑在家开神木林直接抽，化生还好吧？其实如果观战方的女儿是碎玉化生的话，化生一个缠珠，万一对面顶过来了呢？三个药别铲了吧，回忆千雪，别铲了，哦、没小四海了吧？应该没了，我觉得应该没了啊！无魂不给活，活上来，开点吧，要不，啊、哦、没点、啊，没有防守做防守，啊五龙开，哎，但是你不点我，那我是要点你的，那我是包点你的。这把他以为这宝宝是个全力，见点，5000-5300不够吧？单抽先给个三点，因为他刚起风骨心经了嘛，有三点，万宝防须弥防谛听，啊风卷，哦风卷，九层，哎呀太够，差的还挺多。他守掉了一个，守掉大堂也还好。官方女儿村还有几回合？四回合。官方地府还有几点？一点。官方地府可以先延个一点，因为下回又有了，可以先延个一点，可延。对战方倒是没什么机会。嗯，可以延一点，问题不大。人体化生直接活了，来看一下这把有没有连点的操作。是不是活上来，然后扔固魂命谱，直接点大堂？其实有盾的话也没太必要。哎呦，孩子要跑！哦，没有了，先压一个稳健点的单位吧。出了一个地厅，两刀破掉护盾，三刀2500，四刀贴，是不是有点耐呀、得单抽，因为魔镜没给上刚才，现在一直没有金刚。来看一下单抽，单抽4500没连。没连，有壁垒，163出没出过，两只壁垒倒了。倒了的话呢，这个地厅，先别管这个，就算能出手，不是，我感觉，我们先来想一想，这个地厅大堂加一点，化生加一点，地府挂小死亡，那就等于是没有人来限制官方地府的愤怒。如果官方地府有。官方化生有罗汉的话，这把罗汉盖上，女儿村争一下对面的地府，地府延出去好像还行，因为这把一定得延了嘛。你这把不延，对面女儿村起来了，这把官方地府得延。女儿争对面的地府，就说我可以让你倒人，但我不能让你把我挂倒，对吧？争地府，化生如果有罗，把罗盖了，就说我给你这个加两个敌的地厅。还是说我这把对战方要不点吧，点然后地厅女儿村，女儿村一定是针对面地府啊。我可以说让你加两，哦慢的，但你也只能加一个呀。对，有罗对吧，针地府化生罗，地府延出去就很舒服。喂，挂中了，但是有罗汉，我觉得问题不是特别大，先延出去一点，然后呢对面大堂给个那个，哦这样点啊，差太多了。不好说，没给笛子的慢地听，也没给尺子，群苗有神佑不怕，不一定不死啊，不一定，看一下吧，看一下，因为是个魔地听啊。1000，看有没有暴击吧。两下。有了。三下。弹不弹甲？有了。最后一下连了。关键，其实我是觉得刚刚那个小赛如果卡给，是不是应该卡给大唐会好一点？毕竟大唐是这种主要吸收地厅伤害的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啊。但是好在是真了对面的地府，那么下把再真，那两边互真，观战方现在倒一个，对面倒两个，对面还是难受的。观战方女儿村这把是不是，哦没宝宝了，没宝宝了，那就只能是封对面大唐了。
先笑，先笑一把罗。在。不太能吧。我觉得只能清宝宝，只能清宝宝。现在不太能硬挂。只能清宝宝。啊，摄魂硬点。再延不管了，现在观众方想得很明白，反正我先延你，然后我女儿的针就全留给你。哦，直接硬点了。观战方延过去是两点，对战方延过来撑死了就一点。不，他这样想的，我把你的女儿村扫死，我下把地府是不是可以延了？是，但是只能延一点。先延一点嘛。只能延一个单位。先延一个单位。你大堂起来，这比赛输了。大堂不能再起来了。大堂起来，这比赛输了。但是有个问题。还有个神佑。观战方的化生。我看啊，四速化身无魂，或者是翻翻甲对面的地府，对面如果过来，这比赛也结束。下把大堂能起来，看一下官方化身这把，救命无魂，无魂，救命，哎，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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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女儿的话，应该是尸体交给上药宝宝去守了。嗯，要守，再挂，单抽了，三叠，哦，叠也行，一样，四千八。直接带走，那这比赛也结束。是，没得打。梁叔叔倒地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女儿村守住。他现在主要有个什么问题啊？他的化生的速度是比地府快，然后呢，他没有办法通过地府拉化生活。对对对，化生没法活。要不就怎么样呢？化生我佛慈悲提。地府八个药，地府人给个大金，其实也就活上，也就活了，也就活过来了。化身我佛慈悲提，地府给一个，或者是孩子给一个。如果孩子那三个药里面还有大金的话，地府或者是神木林有地听的，直接出一只地听。哎，我佛慈悲提，对，换不换地听？哦，给魔镜了，那没换。清心咒宝出手，想清善恶，可是清掉了。哦，壁垒那就没事了，那这比赛曲阜收下来了。收下来了，铃铛摇跑不重要。女儿村喝一瓶，大堂还有一个回合能起。对战方的话呢，大堂也是还有一个回合能起，女儿村也是一个回合。没有陵园，神木林还有两个回合能起。先扔无魂，不慌乱，互扔无魂，一只须弥冲了，最后一只宝宝，这把扔无魂就是不让对面出宝宝，然后去拉人，赶紧吸啊！我们先来看看速度啊，如果这边拉起来，人体化生也太快了，对战方。也是，不是不是，我在想的问题是这边人体不行，得宝宝体，须弥守尸，宝宝体对面大堂又快，得清宠，或者说观众方有一个什么样的打法呢？拉起大堂化生活上来扫一只宝宝，然后神木林再单压一个宝，或者说神木林群。女儿几个药？女儿三个药不一定够。但我是在想对战方有没有希望。你在考虑观战方如何收下，但我在考虑对战方还有没有希望。现在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一分钟。我感觉也不太有希望。一分钟来看一下，也不一定啊。最稳妥的方法就是把宝宝清了，不让你拉人。哦，还是把晶晶先放了啊。对，这把晶晶也是防对面人体。哦，蛇满那就没有。那应该就是两个宝宝了。上盾，对。哎，还阳体出宠了，还阳体出宠了，开无间把你人压死。还阳体只能出宠，应该还有一个回合。哦，这是个全力，虚弥秒过来，结束了。结束了，那这也没什么悬念。这没悬念了。巨剑再压，
那么倒计四个单位，女儿村这把是不是应该能起的？没有，宝宝都是刚出的，宝宝都是刚出的，最后一个回合。这样即使拉起女儿村想做慈航的操作啊，也是没有机会了，因为有小死亡在，化生现在倒地也吸不了，这 PK 没得打了。有晶晶，但是是不是还得去清下虫？万一啊，没有没有，倒地人数太多了，太多了。嗯，两把晶晶全部把血量抬上来，再出一只龟速，再出一只隐身虫，把风卷放掉，清掉几个宝宝，清掉俩，那最多也就拉起来一个人。因为只能拉一个，只有一个能拉，因为一个只有一个单位能拉。哦，12200。嗯，所以说呀，国标阵容就是这个样子。一旦是你把机会错过去啊，其实就比较难了。是的。